已经发现了一个细节，好像我跟丁丁拿完线索，我俩都不看对方。董子健，一起。换我？不要我了。啊，不要你了。已经配对成功了。其实从昨天你在说的时候，我就能感觉到。我那个我一看也是你。能看出来是我是吗？特别明显。我看不出来是他。第二张的时候，其实我也觉得不明显，他或者王俊凯都很像。小豆子，你第一次来泰国吗？觉得好玩吗？昨天不是过那个桥的时候，在海上就觉得很神奇。我第一次看海。你没见过大海。这是白印哈达的主人巴图叔叔呀。你好，好久不见。你带你叔叔来了，小阿吉。欢迎你们来到白印哈达嘎家，我是白印哈达的主人巴图苏和。大家好。你好。你又来了。我一看小阿吉卡。在游戏开始之前，我们还要出去倡议勋章特权。倡议勋章特权。在过去的十一期节目中，各位少年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了不同数量的勋章。获得勋章数量多的少年，在转盘中会对应命中优势的更大比例。赚到的少年将在终极游戏中获得倡议特权。我开始转了啊，来，为谁呢？呀，转了啊，来。王俊凯，恭喜王俊凯啊！谢谢巴托哈。接下来要进行我们本期的终极挑战，长椅百分百，乘风破浪，乘风破浪。四组少年对决，每队一名少年绑上弹力绳，在主持人提出问题后，少年们冲向海中抢空白答题板。其中一名少年在答题区将答案写在队友抢回的答题板上，最终答对最多的一组获胜。高能重量团的各就各位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在高能第二季常州成员中，什么？谁最喜欢梳刘海？快快快！加油，豆豆！豆豆，加油！恭喜王俊凯可以获得一个空白答题板，任选一轮使用。写完了，别跑了，我都写完了，我都写完了。有点热，这个天气。刘海的姐弟，刘海的梳头，三姐。第一道题，杨子他们获胜了。